嗨，各位，又是我，又回来。今天我是啥呢？自己炒的咖喱鸡肉，给大家拌饭吃。还有我心心念念很久的风味牌烤肠，话不多说，骚。先来根玉米的，我相信这个肯定很。听到这声音没得？芝士玉米的，里面每根都有芝士。哇！我感觉我在吃肉肠，全是肉体，80%的海猪肉。真的，刚刚这个汁儿爆的，我都没想到。我真的说，我吃100根都吃不腻，黑胡椒原味儿。好多汁水。真的太幸福了，半夜啊，看着都巴适一些。哇！我真的每咬一口都有汁水在嘴边都爆开，我太喜欢吃了。这肥瘦我感觉吃的也很适中。最后一根了，看我10根全都吃完了。